董先生，对于这个参加当 Valley North 这个选区来竞选，你觉得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作为前省议员啊，我在立法和政府服务方面呢，是有很多的 knowledge 啊和经验。在 Trinity Spadina 我以前代表那个区里面经过和居民的讨论协商我当时利用私人法案这个工具呢成功的通过了两项非常重要的法案。一项呢是就是 licensing， 就是那个规管验房师这个行业，对很多的业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因为以前是他们没有任何保障。第二个呢是电梯法案电梯呢在维修的时候有时候时间特别久，而我提出的那个私人法案呢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最终呢也成立了政府的一个法案呢并得到了通过来规管那个电梯维修上面的时间包括我在那个社区呢，我们比如说有那个我们叫401 Richmond 是一个文化社区中心他们呢是创造了很多机会给 not for profit 给一些 startup， 但是呢因为物业税的问题呢他们当时不能维持下去。那我呢也是把省的那个财政厅和市议会拉在一起，然后呢找到了一个方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一个税汇和税项的一个减免所以呢现在多伦多市有19个文化中心享受了一个特殊的物业税的这么一个待遇在省的政府里面我和 Rather 前面也说了我开始和推进，后来呢就是完成了一个安省第一个国际留学教育国际教育的这个战略报告，这是安省史上第一份之后呢我在这个社区里面也成立了一个非牟利的一个团体叫那个国际教育培训协会继续的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就我的从政的经验和我就是沟通语言沟通的能力还有我的团队还有我对自由党的政纲和各项的一些 program 的了解的程度，我觉得我可以很快代表联邦自由党去敲门去拜票，向这里的选民阐述我们自由党的理念也很有信心呢去赢得这次提名大会，因为我毕竟2013年也是通过那个 open nomination 就是提名大会选出来的候选人，也在参加了2014年的那个大选，所以这方面呢还是无论是我和我的团队都很有经验所以呢我是今天看到那么多朋友和以前的前辈来支持我，心里呢也是自信满满包括陈厅长包括 Jerry Phillips我们 Reza Moretti 好朋友，他也是我们伊朗裔的一个领袖吧还有那个当然有 Sharifa 还有那个前大使麦嘉莲，虽然今天他不能在，但是呢他也是写了一个 quote 全力支持我我们自由党需要把这个选区拿下收拢，因为这个选区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自由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选区，而这选区里面呢也有很多华裔的居民在这里，所以呢我各方面的优势吧可以让我如果当选的话呢可以更好的服务这个区的所有的居民特别是华人居民，因为我在语言上面可以和他们直接沟通，把他们的诉求呢带到渥太华去。对成为这个选区的国会议员肯定是要为这个选区来进行服务，来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那您对这个选区了解吗？您觉得这个选区主要需要什么？您又能给他们什么？我对这个选区非常了解我在2004年大选的时候呢就开始参与在这个选区的竞选的一些工作里面那 Yasmer Tansy 的 campaign， 包括之后这个选区的省自由党的协会里面我都担任了职务在帮 Jerry Phillips
上班的办公室上班的这七年里面，因为他的选区是 Agincourt，就是隔一条马路 Victoria Park 对面，而且呢，我们有很多分享很多同样的挑战，比如说Shopper 这个地铁线的沿线的它的设计和它的建立，当时呢是那个轻轨线。然后呢我们做了很多 consultation 和这里居民一起做的是去 address 他们当时很多很多的交通阻塞方面的 concern。我去年是开始呢是和Hub6 这公司合作，它是一个多伦多的一个高新技术公司，它有一个是数码邻里守望的一个功能就是保护整个安全社，就是打造安全智能社区的。所以呢，在这个选区里面的 Bayview Village 经常是被那个入室盗窃而所非常困扰这从去年开始呢，我和他们呢有很多交集，想用这个技术呢来帮助他们打造安全社区。所以呢，这个社区我是非常熟悉，包括我自己成立的公司，还有我前面说的那个 not for profit 那个非盈利的组织来 promot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也都是在这个选区里面。所以我在这个社区呢，经常来也经常被认出来，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交集。对，好，行，那预祝你能够达成心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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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陈厅长，那您为什么会前来坚决的支持董韩鹏先生呢？我都有好几个原因的哈，其一我跟着董韩鹏工作了很多年了，感觉到他对这个社区的对这个服务这个民众啊，很有热情，很有魄力啊，就。过去四年呢，去在省政府工作，真的做得很成功，哪里都见到他的。另外，我感觉他年纪就比较轻，但是经验是爆棚的。我什么这么说？他很多年前，20年前，你开始在这个政府方面工作了刚才那个。Jerry Phillips 讲了，他当那个部长的时候，他在哪里工作有8年了嘛，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他这么多年能够积累这个经验很重要了其二，其三，他的英文很好啊，他的上海话更好啊。他的普通话很厉害啊，他的广东话我都不行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街区把这个华人社区来讲了，有一个比较重这个华人在这个 Don Valley North 那个区，所以他能够讲这么多中国的言语中国话，对这个服务当地的华人方面一定有个作用的。当然了，他的英文很好服务其他族裔一定也很好的，所以他在那个言语方面有一个优势就还有他回人的很忠诚trust people and I've been with him for a long time 跟他刚才说了跟他工作这么多年了他叫他做的事情一定办我对他很有信心，这个很重要所以真的来这里支持他也很有信心他能够在这个后那个 Don Valley North 那个自由党的提名可以上出来，会街区为安省为加拿大的人们服务。那我知道其他的几位可能的候选人跟您也有非常好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怎么样平衡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这个提名的，过去我参加太多了，我1980年代就开始跟那个党方面有关联的工作了，
所以提名有其他候选人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啊。我记者来讲的，就我感觉这个董汉鹏还是他一个最好的候选人，所以我就支持他。好，谢谢您，谢谢。你听懂吗？